那最近呢，这个全世界啊，这个财富暴增。那另外一个新闻引起我的注意啊，就是全球超级富豪啊将掀购物热。那这个根据2021年财富报告在调查全世界超高净值人士，超高就是 ultra high net worth， 就是你的这个财富啊在3000万美金以上的这些人士啊的调查的时候啊，发现26%的这些的人士了、啊，今年啊都打算购买新房。那么他们呢，就是说是这个很多的，就是说现在他们都是要有第二主要的这个住宅。大家在看的时候，你的住宅啊，将来事实上是啊会变成办公室的这个一个部分。以前呢，大家都是去上班，那富豪呢，事实上是不需要跑到办公室去上班，他把他自己的住家变成了这个一个部分。其实不管是富豪，一般的人啊，将来也都是 work from home 啊 ，WFH。就是在家里上班，所以美国的这个住家、啊、这个是大家值得看，会越来越豪华，高速宽频上网，家庭剧院，健身房啊，你看到这个东西，将来就是像一个 hub 一样，把这个就是每一个家庭啊连接起来，所以大家对于这个家其实跟办公室是混合在一起。那我有几个观察，就是这个大家在家里的时间呢、啊、会更久，那不一定是有钱人，远距办公啊，即使在 pandemic 这个消失以后，还是会变成一个趋势。那么呢，这个呢，就将来呢会形成一个更广泛，那是第二个，不是第一个，第二个办公室更广泛的一个场所。